今天晚上一起来尽情来释放，因为神就在今天晚上已经找到了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去哪儿？无处可逃，这世上有永远都没有改变，神对你的爱永远都没有改变，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拍手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要来高举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每一个人。手脏不动，不能降落。
去，我终将从旷野出来，是靠着谁？靠着我心所爱。我知道故事结局，我将终从旷野出来，是靠着我心所爱。我知道故事结局，我终将从旷野出来。你爱最高，你爱最宽广，你爱的深，你爱无止境，你爱最高。你爱最高，你爱最宽广，你爱最深，你爱无止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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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将全人给你主，我生命的全部，充满我是有我，我心属你耶稣，将全人给你主，我生命的全部，充满我是有我，我心属你耶稣。找到这喜乐，写下我的冠冕，放在君王脚前，你为我献上一切。找到这平安，我虽破碎不完全，因你奇妙恩典，使我能扬声赞美，将全人给你主，我生命的全
主，我生命的全部，充满我是有我，我心属你，耶稣。我愿降服。
时今日，还有什么不能够降服在耶稣面前的？是我们自己吗？我们的骄傲吗？我们的金钱吗？我们的感情吗？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？今天耶稣说，我要你们降服在我的面前，我要给你们的远超过你们所求所想，远超过你们所要的，我要加倍的祝福在你们的身上。因我受的鞭伤，你们都能够得到医治；因我受的刑罚，你们就能够得着平安，是世上没有的。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说我们降服，我们降服我们的一切，降服我们自己，降服我们心里面所求所想，降服我们所要的。因为耶稣要给我们的比这些更多更好，因为他太美好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比我们所要的更加美好。主，我们要你得着完全的荣耀。主，将我们所有的生命交给你，我们属于你，永远属于你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沙拉巴拉西亚拉巴索普拉玛沙亚。是我们的力量，因我们的神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也觉得今天神在对他的百姓说，你是有神的百姓，我们是有神的百姓，而因着我们的神得到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我感受到今天晚上他要把他的喜乐赐在我们的中间，他要把他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中间。他说，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很深的爱你。我们讲到多深多高多宽广，但是他在问一句话说，你尝过了吗？今天你尝过了吗？现在你尝到了吗？好吧，我们带着信心，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，说，主，我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我要知道，我要尝到，不止在你的里面我可以流泪，在你的里面我也可以欢喜快乐，因为在他里面的喜乐是我的力量。神为你预备了力量，神为你预备了从礼拜一到礼拜天的力量，神为你预备了在低谷在高山的力量。好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说，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我是有神的一群百姓，我是有神的百姓，我的神看顾我，而且因着我的神，我要得着那个喜乐，因着我的神得着的喜乐是我的力量。在我的软弱里面我也可以喜乐，在我的得胜里面我也可以喜乐，在我的家庭里面我可以喜乐，在我的职场上面我可以喜乐。 Oh come on， 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喜乐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祷告说，主，是的，赐下恢复你的喜乐在我们的中间，哦，主，赐下恢复你的喜笑在我们的中间，赐下恢复，主，你的欢喜快乐在你的圣殿里面，哦，主，在你的殿堂里面是可以欢笑的，主，在你的聚会里面是可以欢笑的，主，甚至在困难的里面是可以欢笑的，因为你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，因
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拍手加入要归给我们的神，拍手加入要归给我们的主，求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如果你真的相信，因他我们要得到喜乐。